秦千贤功法深厚，却化心世外，如若江湖风平浪静，让他自愿献出鲜血自然十分困难。但如若他知道江湖风雨飘摇，须有金仙坐镇，到时候就算他不主动献出，我也有办法让他献出。可陆昭瑶死后，万路门厉尘兰就没有扩张的意图，江湖上风平浪静这么多年，要说乱也就最近才冒出头的那个江武嘛。他还不够格，除非是掌控万路门的厉尘兰才能让我等宗门人感到危险。可厉尘兰他不动，我们就让他动。我听说秦芷言跑到万路门之后，厉尘兰对他爱护有加，似乎是情根深重啊。圣主的意思是秦芷言的血没有用，但或许他这个人还是有点用的。圣主，少主回来了，现在正要去找门主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柳苍灵怎么回来了？这孩子回来的真不是时候。三局两胜，这次你先。大小，哎呦，又输了，又输了。我可没动手脚。要不五局三胜。你让他来。我行。大小哟，承让。没想到你运气这么差。一比一，那得再来一局了。比什么？比棋吧，如何？奉陪。你们这是？西山主，借你棋盘棋子一用。哦，借我棋盘棋子可以，但须得让我看这一局。谁还能拦着不让你看呢？一起来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苍里哥哥怎么和厉尘兰在一起？女魔头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了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要出事要出事，这也太胡来了。这关键的一步你可要好好想想，这局棋你若输了便不可再纠缠于他。都说世事如棋，一步错步步错，慢盘皆输，有时候越是努力越是绝望。人生在世，很多时候都身不由己。我以为自己是下棋人，却也不过是他人一颗棋子罢了。但纵使如此，我也有自己放不掉的东西。
人生在世，所谓身不由己，造化弄人，不过是托词罢了。让你走到这一步，不是命运，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你输了。夜已深，我便不留柳少主了。师父，你方才说没有身不由己和造化弄人，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，那你呢？你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也是自己的选择，没有命运的助力吗？是我的选择，而至于宿命，我不信，若当真有，我不服。对命运这么不友好，所以师父，你看你运气那么差。我不需要运气。饭还没吃？哦，不用了，今晚有点困。上次被家武抓了以后，我这身体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，总爱犯困。回头去顾寒光那里看看。就是爱犯困，没别的毛病，别去麻烦神医了。师傅，你看啊，今晚月色多美啊，不如我们干脆早点。刚才还挺好的，变得真快。夜色确实好。去其他地方看月亮吧。啊，师傅，你日理万机，一定很忙。哇，师傅，这是浮空术。怎么？没怎么。师傅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此处月色甚美。月色甚美，那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看穿还是没看穿？在江州城还待得惯吗？江州城很好玩。那便多待几日。你若有什么事，可与我说。师父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只要你说有，我便会帮你，无论何时。我是为了报仇才来陈绮山的，你说我想办什么事？近来剑心门确有异常，我已派人着手调查，不日便能有结果。多谢师父。这小丑八怪心思还真是难猜啊。不过算了，懒得细究，现下情况对我正有利。
我赢了。好，你赢了。来，请曹夫人。我厉害吧？我厉害。柳伯伯。啊。爹娘。伯父伯母。坐。今天比试我赢了苍岭哥哥。哦，那定是苍岭啊让着你。才没有。苍岭哥哥，你快说你有没有让我。芷言最近进步不少。是进步不少。来，多吃一点啊。谢谢爹。孩子们都长大了。柳兄，当年咱们定的娃娃亲还作不作数啊？作数，当然作数。秦兄，来，曹夫人干。来，干。来，多吃点。来，吃菜吃菜啊。吃菜吃菜。谢谢苍岭哥哥。请。来，多吃点啊。芷言，放开我。芷言，此事蹊跷，我爹他绝不会。你闭嘴。我亲眼看见你爹把我爹杀了，为什么你们都没有人相信我？芷言，芷言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芷言，一绝，秦刘两家势不两立，犹如此战。芷言，芷言，你要去哪儿？既然宗门无人信我，我就去万路门修习功法，为我爹报仇。芷言。今晚月色很美，却不及师父晚宴。你干什么呢？哎，李魔头，我看那个厉晨岚好像真的很喜欢你哦。瞎说什么呢？我刚刚已经试过他，他确实很喜欢你，已经答应帮你去查静心门的事。李魔头，谢谢你啊。今夕何夕？见此良人，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。别念了，你有着吟诗的功夫，还不如好好去修炼。女魔头，你说苍岭哥哥已经出城了吗？他出不出城与你何干？你现在只需记得，你俩再无瓜葛。优柔寡断，多愁善感，真不知道除了你这张脸，厉晨岚还喜欢你什么？你欺负我，欺负的还不够吗？我好欣慰啊。欣慰什么？你终于有一次看出来我在欺负你了。你有本事欺负厉晨岚去啊，别跟人家说什么小女子甘拜下风，
你个女魔头不嫌丢人，我和你用同一张脸，我还嫌丢人呢。不着急，等我拿到六合天一剑，总会找到机会的。你就是嘴硬，可若当真有机会，你真的舍得杀他吗？为何舍不得？我陆昭瑶这辈子什么没见过？刀山、火海，我想做的事情都舍得做。当年他夺我万钧剑，害我性命，而今我为何要舍不得杀他？我定会一箭穿心，叫他下地狱，让他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你们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，至于厉晨岚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没跟他接触过，我也不清楚。别这样说你自己，我不知道以前的你有多放肆，但是经过这些日子相处，我知道你一定不是那种胡乱杀人的女魔头。你是有点小坏，可是每次我要你帮忙的时候，你虽然嘴硬，但是最后你都心软答应我了。我这个人胆小没用，还经常拖后腿，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我，没有抛下过我。女魔头，我相信你，你不是你说的那种坏人。诚如世人所言，风魔山陆氏一族，其心邪，其行恶，得而必诛。我没错，我不坏，我出风魔山所言所行所作所为，我问心无愧。是你错了，是你错了，是你滥杀无辜，是你妄想正道，是你执迷不悟。娘，娘！当年我立志要做个好人，没人听。现在，在我坏事做尽的时候，你这个小姑娘跟我说我不是个坏人，哼！你们宗门的人还真是奇怪。女魔头，夜深了，我休息了，你好好打坐。女魔头，紫嫣姑娘，紫嫣姑娘，西山主，扰了姑娘休息，只是在下思来想去很久，还是觉得这件事还是告诉姑娘一声比较好。什么事啊？姑娘的故人在门口等姑娘已有一宿了。一宿了？
边夜路这么重。不准去，别心软做坏事。我就去看看。宗门的丫头，夕颜，夕颜，你还是随我回去吧。江湖险恶，我只是担心你。我在万路门待得很好，你不用担心我了。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今日便当是送别吧。芷烟，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一次？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爹如何难道你心中不知吗？好了，你明明知道我不会跟你回去的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我知道，我只是不想放弃，也不想。我想和你在一起。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厉门主，昨日比试是我输了，但芷烟……柳苍岭，你这少主失踪多日，剑心门却毫不关心。你被关在我门中地牢之时，你爹柳威非但没派人来救你，剑心门上下还皆是一副将你生死置之度外的模样，你竟不觉得蹊跷？一门少主愚钝至此。芷烟，芷烟，近来江湖杂事繁多，门主甚是乏累，身体有恙，故而将门中大小事务暂且交由我来打理。在门主身体好起来之前，有劳诸位了。且听圣主吩咐。阿姐，好久未曾见你了，今日怎么得空来啊？我来查查账。怎么，账上钱有多吗？你们这个地方对我一点都不友好。所以说咱们呀，平时要多做善事，这样说不定哪天就有什么奇遇呢。哎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何事？你们七指地有像孟婆汤一样的东西吗？那是什么？就是吃了能让人忘记那些乱七八糟情情爱爱的药丸。啊，阿姐，你要忘了谁啊？不是我，我能为情所困啊，别的小丫头。咱们七指地什么都有，但是要不是阿姐你吃，买回去也没用。咱们七指地的东西只能对进咱们七指地的人才管用。那你可知道那些为了男人哭兮兮的小姑娘要怎么哄？
多喝热水。那要不就带他出去逛逛街，多买点东西。管用？肯定管用。慢用，慢用啊！任何烦心事儿都可以用一顿烤肉解决掉，如果还解决不掉的话，那就再加上一串糖葫芦呗。可我吃不下。哎，你是没试过，试过你就知道了。来来来来，哎，老板，哎，您的啊，哎，去，老板，哎，十串鸡爪，十串牛肉，十串五花肉，十串羊肉，再来两个猪蹄。啊，哎，嗯，这姑娘胃口真好啊，哎，请请请请请，我就是胃口特别好。阿柔，你还要忙啊？你可是觉得无聊了？嗯，你陪我说说话嘛。说什么？嗯，就说一个故事吧。故事啊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那是我娘留给我的。我这就帮你去取。来，你的风筝。谢谢，但是你的衣服不小心被勾破了。不如你将衣服给我，我帮你缝好吧。不用。那怎么行？你帮我取了风筝，我动作很快的，很快就能给你缝好，待会儿就给你送过来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司马荣。那后来，小猪有去找小马吗？当然，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就像这机关榫卯，一来一往，方能有联系。阿柔，你真聪明。你是何人？要你命的。月珠，我们快走。去哪儿啊，西山主？
那边。办正事要紧，去凌霆山。安柔，安柔，你说柳薇称病，其妹柳苏若代为掌管剑心门，是。禀报门主，西山主被人抢了。被人抢了？西山主小院被金山江武洗劫，西山主他下落不明。怎么样，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啊？没有。你的黑斗篷呢？在这儿。总算机灵一回，先躲起来。那你呢？里面是我的西山主，我自然要救他。你躲好，别碍事啊。师傅，你受伤了没有？我也是刚回来。安柔，安柔，月珠，月珠，阿荣呢？被谁劫走了？我不许你们伤害阿荣。月珠，我们是阿荣的朋友，我们会把阿荣救回来的。你告诉我们，他们去哪了？朋友，带回来。一定会带回来的。他们说，在凌霆山等他。你们在这等我。一起去。不行。哦，在屋子里待着，我去布个结界。小丑八怪想命令我，还差点火。拿好剑，别乱走。师傅，你不怪我？舍不得。舍不得。算了，当时还你那日避雨之恩，暂且饶过你。哎，师傅，你觉不觉得这凌霆山有点古怪啊？走了半天，连点生气都没有。到底是谁抓了西山主？师傅可有眉目？尚未可知，不过来者不善，小心行事。西山主离开万路门那么久了，到底是谁还要害他？难道是南岳教余孽对他怀恨在心？不会。哎，师傅，听说西山主当年是被南岳教所设计，可我看西山主为人淡泊，万事也看得很开，莫不是设的美人计？南岳教的一名女子月珠前来引诱阿荣，本欲刺杀他，却不料月珠对他动了情，不忍下手。